近日，赵丽颖工作室又发布了自家老板的最新技能。原来，健身小达人赵丽颖开始迷上摄影了。只见摄影学习者赵丽颖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，显得格外文艺。摆弄着相机的她表情严肃，侧颜看起来精致又迷人。果然，认真起来的样子最美了。她上身穿了一件白色个性印花圆领 T 恤，下身搭配了一条黑色休闲长裤，一身黑白配的私服组合，简单又不失经典气息。斜挎一个深色字母印花包包作为修饰点缀，也给整体造型起到了一定的润色效果。从表面上看，的确是赵丽颖在认真练习摄影，只是在细看的话，会发现她的单品全是来自同一品牌，合着竟是一次完美的 DO 软宣。譬如这个最抢眼的手袋，官网售价26000，果然是看着精致，价格也美丽呀。原来赵丽颖学摄影也不忘亲力带货，时时刻刻彰显着自己的时尚达人属性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